吃饭呢，小丹。哥，你吃了吗？我这有麻辣。啊、哦，我不吃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哎，鹏哥，你帮我个忙呗。咋了？我这手上有油，你帮我系个头发呗。那我也没有皮套啊。我这不是有吗？啊，那行吧。你这咋扎呀？怎么扎呀？那个。啊，我。那个鹏哥帮我系个头发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听我解释，刚才是因为啥？因为他喜欢你吧？还有那天那女的，你前女友吧？别以为我真傻，我都看出来了。来吧，我看你怎么编。你等我想想啊，怎么骗你？嗯。啊？啊，他就是我前女友。咋了？嗯？嗯？不辩解一下啊？我辩解啥呀？你这不都猜着了吗？那刚才是咋回事啊？你为啥要给他绑头发呀？刚才是因为那个。